还有我们玩课程到位，谢谢。今天本来我也是想要来参加重量级的演讲者，听他讲课，那结果呢，前天接到欧哥的讲说他不能来，那所以今天看到的是我自己做的轻量级的，来这个是不错。那感谢各位哈，他是遥远的，也是从台南等到安平这边。大家好，这个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看见了这个安平大河。我们安平哦，事实上整个区域就是一个河流，那这里边呢就有许多哈、景点，就让我们慢慢的在里面穿梭。所以我今天呢就一一来介绍我们这个安平大河馆。好，那这张啊，这张是我们安平现在目前就是看到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鸟瞰图啊。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范围大概为什么会讲清楚这一点啊？然后呢，包括了那个我们这边的地方。这个大桥要这一块区域，这个区域啊，那这块区域呢，其实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安平大博物馆号。那第一个，我们先来介绍呢，什么叫博物馆号？博物馆英文叫做文件，它典藏的文件，典藏了许多这个文件的建筑物，还有它的机构。它有时候又叫做博物院，像我们讲台北哈，故宫，故宫博物院，我们没有讲故宫博物馆啊。再过来，博物馆的收藏具有艺术性、历史性，还有科学性的物件，并且透过呢它的展示，使公众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比如说奇美，它就属于艺术性啊，占了大部分。再来，海事博，历史性的。然后美国这个华盛顿医师哈，他那边有一个太空博物馆，但他就是属于科学性。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大型博物馆在世界各地重要城市也有地方性的博物馆会在乡镇里面啊，比如说我们故宫就在台北，那我所在的科瑞亚文化馆就在安平。再来，博物馆的功能就是这个典藏，也就是展示，还有教育，其实还包括一些休闲啊，在这里面的四大方向。再来这边这张就是说明了安平馆国家历史风景区里边，虽然这里边标示了这个二十个景点啊，那事实上呢，它现在是不止二十个。那这里边呢，就是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国定，还有市定的古迹在里边，另外还有一些历史建筑在里边。像我们安平现在里面有72家啊登记有关的历史建筑物，这是在1998年呢，这个翻案里边呢啊最后的一个啊，完成了一个历史建筑的翻案。那安平本身旧居落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居落呢也是属于呢我们这个大博物馆里边所要介绍的。那么这个居落呢是由团体或是呢乡镇，那提出呢像现在我们叫文化部啊这边呢啊可以去申请补助。那对这个区域呢，可以做一个面貌的改变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区块区呢，还有公共的艺术，这里边，我等一下呢，也会把我们安平有一些公共艺术品啊，来展现呢在各位的眼前。那么文化资产保存法编号，我先简单讲一下他们的内容。第一章啊，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呢，讲到古迹，像我们安平这边许多古迹、历史建筑，我刚才讲过了，还有许多。第三，还有遗址，现在自然造成的遗址也被发现以后列入这个保存里面
那我们最早发现的遗址在阿弥陀佛，就是台湾城的残墙，那个是最早的。那么在经过发现完成，发现完成那个活动，我们在陆续的找出了这个城墙外面的遗址，所以也把它呢追认进到这个母亲里面去了啊。在第四文化集团，像我们那个台江国家公园啊，它就被列入文化景观里面，它有国家公园法啊这个依据。再过来第五章讲到传统艺术，还有民俗，还有有关传统艺术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某一些人他有一些传统的这个艺术技能，这个也都是属于呢文化资产保护法里面的所要保护的话，那民俗包括好像庙宇活动，还有一些有关古物啊，再来古物，这个古物里面呢是包括好像国宝级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也可以列入这个文化资产保护，甚至你家如果有国宝级的古物的话，你可以向政府呢申请的这个维护保存这种机会，或是修补甚至于你的展示活动这些机会都可以获得这个文化资产保护法的规定可以占据再来第七项的自然地景里边包括一些呢特殊的植物，还有这个矿物这一类东西要加以保护的再来第八章里面讲到文物资产保存技术，还有保存者，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具有修复这个文物的技术的，像这种人物这种人才，这个都是属于他可以列入文化资产保护里面所保护的、所支援的对象。第九章里面讲到奖励对这个文化资产保护有贡献的有奖励，另外对它有损毁的这一方面就有罚款。那最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负责那这是简单的介绍到文化资产保存法比如说你讲的这里边的重点有一些可能跟你有关系那你可以上网去打进你这个关键字要他也看快点问你这一部分政府有什么这个作为对你会有一些补助的比如说你家里有国宝这些东西的话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国宝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在故宫博物院但是私人有时候因为比如说交易这个买到一些古物你这个东西是对你国家所没有的像在国宝的东西政府对你这种东西也是很重视的。再过来呢就讲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4条里面讲到了古迹依照三次修改以后古迹就分为土地还有直辖市定的还有县市定的三大类再过来具有历史价值的那经直辖市呢还有县市政府机关的核定以后来办理公告就可以变成历史建筑或是记录我们古迹的修订在1997年5月14日以前我们的古迹都叫一级二级三级那一级呢是国定的就是内政府二级呢是省政府三级呢就是县市但是呢在1997年5月14日以后他就把123这个名称呢改为国定省定这个市是内辖市再来县市定他就分作这三个再过来到2001年
所以目前啊，目前从这个2002年2月9号以后，我们五 G 就覆盖国定，还有四定。这个四定里面有时候讲的话，要刚刚是原家市，或是一般县市嘛，所以变成有国定和四定啊这两项。好，这是现在我们讲到，五 G 升级的话，啊一二三级哈，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用。再过来再讲到了我们的安平啊，安平呢从这个2002年2月9号以后啊，现有的国定啊五 G 还有四定，国定里面安平甲这个产权是最早被列入里面。然后我刚才讲到呢，花江完成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安平古堡是说有一些房屋被迁走了，政府花钱啊买民宅，希望他们迁移，这就是一个花县完成的计划。那么迁移以后呢，陆续的发现有一些遗构，这些遗构就是我们的遗址啊，旧的遗址啊，在里面这五年就一一在追认，它不是一个国定的古迹。再过来呢，第三个就是地产清查，这也是属于国定。那么第四个，我这边写了一个是安平灯塔，所以安平灯塔呢，它历史呢也是相当久。可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列入啊国定古迹里面。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可能安平灯塔哦，它有经过三次变迁，位置有经过三次变迁哈。那虽然它不是一直在某个地方，所以呢要列入国定古迹呢啊非常困难。不过它那个灯塔，它是第二代的，第二代灯塔始终没变。这个历史啊，历史深度呢还是蛮久的。再来，四定五 G 里面呢，我们这边呢列了安平一到十五，这边总共有十五个，从海山馆啊一直列。这边呢，各位浏览一下，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介绍啊。最后呢，我们有这边有一个公共艺术关系平台，有公共艺术在里面，安平里面也有。还有，成立不久的金小姐公园、建设公园，这是我们的安平地方，大力在推广的区公所啊、区长呢非常卖力啊建设。再来，茂良公园，这是奇美，奇美呢这个集团呢他所这个捐赠的。再过来，这是水鸟公园，还有巷弄艺术啊，像胭脂巷啊、公益巷啊。还有图像啊，这个我们也要讲，所以用图像。再过来，天辉公墓遗址，我们安平大博物馆它的特色有历史性的，像上面这些都是有历史性的。再过来，艺术性的图像，我们这个公共艺术这一边啊。再来，有科学性的，抱歉，我们这边像各位有是生态方面的啊。那再过来，德阳街啊，这也是属于。科学性的，所以我们讲安平哦，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大博物馆，我们应该也称之无愧了哈。先来介绍我们国定古迹，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介绍我们台湾城产基，还有这个热能遮城以后发现的一些遗构，这个本身哈就是。被列为国定古迹，那目前最早被列出来就是外城的南边这堵墙啊，这堵墙这是最早。那刚才讲到了，以后陆续被发现的就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还有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啊，陆续被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半圆形房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属于第二部分。再来，我们的居落在这边。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最早画安平热能遮城的内层，这个是外层。画这张的时候，当时东北角这一边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啊。
这张就出现了。这张出现的这个银宝呢，是在这个1659年、1652年在外城东北角新建的银宝哈。那这个是在洪炳镇，这个是外国传教士哦，他的名字很像中国的名字哈。洪炳镇，他就已经画上了这个银宝啊，银宝呢在这个地方。那这张图你可以从上面呢看的。安平这人这种现在已经改变成安平古堡，你看这个是阶梯，然后这个走下来，这一边目前已经不是永汉民俗博物馆了，已经变成热人这种博物馆了。另外呢，安平文化中心这个地方也当做图书馆，还有安平佛教基金会曾经在这里面办公。另外呢，还有安平的这个郑成功的一些资料馆哈，还有文物都在这边，但是已经被拆了啊。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片空地。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发现完成的时候，这些建筑物已经把我们的古迹都埋在建筑物里面。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到安平，他就站在天后宫的前面哦。他就问我安平古堡在哪里？我安平古堡在哪里？因为我们安平古堡站在天元宫的馆馆的时候呢，前面就是三角后面，树木全部都挡住了哈。所以呢，在景观上面来讲，天际线上面来讲，我们安平古堡好像没进这一些四周建筑物里面看啊。所以发现完成其实有这个作用，就是要把四周高的东西把它移开了。那么这个安平文化中心是一个图书馆，虽然它被移开，但是它精神还在，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把图书馆移到这里来的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条路是国胜路，国家国胜利的胜，国胜路那它就是。我们的外城墙这一边开进来，开进来以后呢，这一条向上来，这条就是乌沙新台哦，安平十五号的行，十五号的就将顶了哦。爬起来到这里，有一个更加叫做彩旗的台湾残疾哦，那比较贵，所以讲十五号的行所在哦。然后直接行到这里，到一个皇家景观，就是西门国小，这边过来是皇。啊，就是咱咧讲迄个石林店，石林店咧关墙。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石林店旁边这个墙，这个墙现在还存在啊。那第一个我们介绍，就是讲到安平城墙这堵墙啊。那这堵城墙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安平城残迹。这上面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呢，我们遗留下来的铁剪刀，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匕首啊，这两个东西哦，在这墙上哦，给我们很多可以讲的题材，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啊。所以你面对这个墙我们会花一些用古诗情你可以跟它对话，然后你旁边这一条小巷。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穿梭过，墙壁上面可以看到的都是一些红的砖瓦，还有白色的灰啊。那上面呢，还有绿色的树，整个画面来看啊，也是相当美。再来，这个地方就是写着安平城墙墙，那台湾城墙墙，前天呢，就是有一个日本人他来科尔画。他大概40几岁，然后把他的那个设计里面的画布拿给我看，那他画的就是这个地方。他把这张细节给我看的时候，他说：“这个所在哦，几块块要我这个模型，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对对的哦，我怎么记哦？有的都要听嘛。”那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啊，有许多画家很喜欢在这啊、前面的作画。哎，包括我一个同事王国宝老师哈，也曾经画早期的啊这个城墙。他画出来的时候，哎，那个作品上面的榕树是相当茂盛。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榕树哈，它边上几丛几丛的，啊，主要就是伊离开近。传递，还有天气报道表，啊，不久前哈，一个在大概是九十年左右哈，提升到文化局长萧雄这边哈，邀请那个高雄建筑师叫陈国恩，陈国恩他是成大毕业的，他们就来探讨说这些树啊应该要怎么办。如果要保护墙壁的话，树根可能要切掉。那、如果呢，说你这个树要保护的话，那、这个墙可能会受到危害。结果他，在旁边，他说：“你等发表一点哦，阿念。”那最后我再来讲，肚子里面他已经有窝了。结果他最后是建议说：“把墙筋哦烫起来，用那个不锈钢哦烫起来啊。”啊，不要让它磨到边，它底下根呢不要截断，底下根面截断的话，它这个水分哦，补充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啊。那结果就是用这种方式。那你现在如果呢到这一个残墙的旁边呢、啊，你从侧面看过去哦，你这个地方都不会踢点啊，金属的要烫。再来，这个是它的北边。我们这个墙实在是很漂亮，尤其下雨过后，变得白的，如暗变如白啊。啊，这是它北面，还有一个圆形的。我很奇怪，这个地方以前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圆形的东西呢？再来第二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半圆形塔啊，半圆形塔，它也是被列入了国定古迹里面。这个半圆形堡啊，这个在民国60年就已经出土。这个啊，是我从那个时候做的一本书里面呢，把它们扫描出来的。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这个一点点抗争啊，因为他跟我父亲那时候呢，把这个半圆形堡啊写作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成大有一个教授啊。他就说哦，我父亲还有这个时候就老师呢破坏古迹啊，那结果哦，这个市政府是呢土地叫做两边村啊，两边村，他就出来澄清，他说这个是委托他们哦去把脏乱把它呢清理出来，为了发展哦那个64年我们台南市的观光局活动啊所做的行动来的，好，这个半圆形堡啊，那现在已经变成啊这么漂亮的啊一块景点。那这个地方有人说是最景气啊，因为炮架设在这旁边，最用来把、这个炮这个让它的温度能降低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不是哦。这是他们他给他先互通的一条通道，好像螺旋梯啊，有点感觉。那目前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就是有这两个说提供给各位来做参考。好，从北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太平古堡，还有连这个半圆形堡啊。再过来，要讲到你在民宅里面，民宅里面呢有这一道残墙。这道残墙呢，现在也是呢，发现完成的时候，改的更加缩小啊，还有这个民间把它迁除掉，这个墙壁呢就能够面对着我们。那么这个墙的这一边啊，它的北边我们所看到就是这样，啊，边这是一个墙。恰好说在啊，私人的车库。那这个地方嘛，我们还可以看见的，帕西点啊，
花钱给他们家，用爆满花钱给他们。那这个如果在文化资产保存的话，可能这是变成破坏国旗啊，可以追究责任的。下面呢，就是要看到的另外一个残疾的地方。啊，这残疾呢，现在是在广霞山，也就是在东西洋盘的旁边啊。来，你是几栋？几栋是？几栋吼，它算是有一间棺材店，哦，棺材，棺材店，多少钱这里？一七家嘛。我第一回去这间棺材店，其实旁边有个理事长郭才龙哦，讲起来就有名。我看的时候呢，虽然稍微有点毛毛的哦，然后他又讲说，哎，家姐姐就是残强一家，哦，啊，所以这残强哦，立于民宅的那个立中部，那最后呢，也是在上任的市长，哦，就是安民港国家历史中心区，这个方案里面，那在许市长的任内，哦，啊，还有副市长洪正中，啊，极力的催生之下，把这些的杂物都处理掉了，最后呢，让这个成本也露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再过来这个是热兰遮城的北门，热兰遮城呢，在1634年就已经做完了，它是坐南朝北，它这个门是朝北，所以它是一个坐南朝北。那么郑成功来了以后，在1661来了以后，到开始呢，到了热兰遮城，1662年2月1日开始呢签合约，要荷兰人退出，郑成功开始呢进驻热兰遮城，他就把坐南朝北号这个方位变成一个所谓的坐北朝北，他把哈北边这个门把它堵起来，然后呢，他就在南边要开城门。郑成功南边开的城门就是现在叫北国城门。啊，结果哦，那个城门开不成，可能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个电钻这么开，把别人门哦吓掉，怕毁灭，所以那一边也开不成。结果有一些秘密家就说，郑成功是瓮中之鳖，所以底行功一家我告啥功呢？信下来，啊，他在1662年5月8日，就是这个是农历，并是在安平王城安平号，这个如果要讲农历，我们这个地方要讲永历，啊，一起来讲啊，因为客栈呢。但我们从民国开始才开始啊，用那个西历啊。那在之前呢，这个都是没用农历。那么这张照片呢，是1871年英国呢，这个约翰汤普森的时候拍摄的。那么约翰汤普森他有一个特色，他拍的时候常常会把一个人物啊摆在里面。这些人物都是他明天到跟人家戏台。伊若出门吼，边啊拢有七八桌酒，看起来像是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环境吼？所以一直吼，东西啊七八人吼，他们出来。那么这个也可以可以当做一个比例尺啊。那这些表我管他们吼，啊，那这些表，还有这个汤普森，我稍微介绍一下，以这个1871年先到厦门，那在厦门的话呢，他遇到了这个。台湾是西方嘛，创办的那个玛雅各啊，这个牧师嘛，那玛雅各就跟他介绍说，台湾原住民啊，原住民的习性，还有他认为台湾老师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啊，鼓励他啊，什么叫台湾？所以呢，他本来从厦门开始深入大陆，他第一趟啊就先转过来向我们台湾这边来，所以他到台湾这边来的时候是从高雄上岸，那高雄离我们这边不远了，所以他马上也进入到我们安平，
那么在我们这个台湾呢，它大概有40几幅哦，非常珍贵的照片。在那个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哦，把它典藏。那么我们成大一个教授呢，王亚文哦，就把他在华国图书馆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呢，把它呢这个引回到台湾。他就出版了一本书，由那个雄狮嘛图书馆来出版的。这本书名就叫做《华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啊。那是里面就有写过这个约翰汤姆斯的作品。再来，我们来看看刚才那个城门啊，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北边，这座。坐南朝北啊，这个人坐南朝北，这个门开在下面。那下面再来介绍的另外一个遗址地方呢，就是在石林的老表家哈。那石林的老表家，一边跨起土墙，你要经过石林边旁边民宅旁边这一条巷子，这条巷子，这个巷子哈，也它所水沟上面所覆盖的，这是一种古物呢。这也是呢，文史保护法里面的重视的一个东西。这是荷兰圣马尼加，它是荷兰洗干净过的，它用可以啊这样，它所以要被采购的话，就是这堵墙啊。这个像是一些私房点，它就要知道了，看起来讲，等这些工地知道了，哦，我点题啊。他普通的游客要分开啊，根本是看不到这个东西。再来，另外一个国定古迹，这个就是哪一盏金枪哈？这个是一个朋友沈统辉哈，他所拍的。他们现在用高空飞机，我们在高空拍照，哇，非常方便。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盏金枪哈，枪来。啊，这是引桥，啊，这是护城河。那么再进来呢，就是呢教练层，啊，大炮，啊，还有呢灵宝，四周的灵宝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个弹药库，啊，在这里。啊，那这就是要讲到沈葆桑的问题。这个是因为呢，在牡丹诗鉴要1170跟台湾的重视嘛，啊，所以呢。这个事件对台湾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也把这个我们台湾慢慢引向现代化。那么就是要从沈葆桑这时候开始。他在1874年的时候，5月29日，清廷呢就授他钦差大臣啊这个名分，就是钦差办理台湾等处台湾兼理各国事务的大臣，所以我们就简称钦差大臣啊，就是这样来的。啊，再来，他这个6月17日第一次呢，就是抵达了安平，他发现安平海防需要人家以后才可以防止这个军人从屏东牡丹那个地方呢回头啊过来呢攻打了我们古城。在10月24日的时候呢，西施的炮台一载金城就开始放风了。那么大概差不多经过差不多两年多，那他就已经把这个城墙给它完成了。那么他完成的时候呢，他就不在安平啊，已经回到福建去了。好，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1768年的一张地图。那么到1823年，台江疫情啊，这个是大洪水来的时候呢，我们台江就开始疫情。关西11年的时候，1885年啊，台湾岛由啊大花洞的镇海迎宾啊，这些兵工啊，开始呢开一条大马路，因为疫情要沙洲这两边已经慢慢呈现一条路出来了。所以他一个纯正的水哈，就人家的加亚的哥哈来还是坐在安平河，所以安平河现在比较古道，比较纯，比较纯哈。所以安平河是
生命的这个台江哦，发到古城去了，就在他的手中被完成。虽然那边有医疗哦，把村庄五个概念哦，官方国家那个开设医疗公路，还是医疗路哦，对他也是，对他也是一个纪念。如果去泡茶就做，不然这条路就要撤撤了。好，如果再来，这是分析的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旁边呢现在，被疫情下沙洲开垦的一万七千尺哈，啊，这个疫情现场现在落在这个地方。那么疫情现场刚刚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呢，很牛脑哦。这样在简洁白骨也关联哈，这两个这样在是对的样子，看不太清楚啊。啊，再过来桥开始出现了啊，现在这两个都断了。啊，这个是从日本的明信片啊，哦，明信片里面我们发掘出来的啊。再过来，现在这个木造桥已经出来了啊。啊，现在这个桥越做越广。还有这个时阵哦，已经把木桥改做 C9 了。这是在1937号，日本人开始把列入武器料，而且用 C9 了。二战以后呢，海淀哦一片荒芜。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因为阮兜这个阮兜土地啊，我外甥说有阿呐，在里面内底，啊里面内底是住阿餐厅哦，一大堆安尼啦。啊，要行入以前吼，要行入以前吼，这吼、個，我的茅草屋，这个茅草屋，只要占这个空出的三分之一吼，啊，所以讲出三分之一的走道我要行过，要行入两边，而且茅草屋大来就是哦，被受雇的一些佃农，其他咧看瘟啊，看瘟啊，吼，看瘟啊。那因为那时候的观光不被重视哈，啊，所以整个古迹哈来店哦很凌乱。我里面的店哦被控盘族，里面的店有建盘族啊，他盘族退了有个欧康哦，他修修了哦，他就开始控了。那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他看到那个仙眼庙哦，仙眼庙。在里边，对起来对去仙眼庙，啊，已经立了一个那个柱子哈，啊，先仙眼庙，啊，殿宇啊，殿宇啊，那这个事情哦，没有让他们这个完成啊，出现哈，这个仙眼庙跟去年哦，基本上一者进山，一者在变做什么样子哈，也很难想象。那城门的地方，城门的地方，我们进去呢，可以远远的看到老家这个铜像啊，这铜像啊，哎，好，这个慢一点，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游览的这个老干头啊。你进入大门要右边就一块，这样的话，马上可以能进入状况，了解这四周设备，一直进展。那写的是万里底数。再过来，这个我们看看，就是呢是保证哈。这样的话应该刚想，因为哦，这个对岸边哦是这个一直竞争是很多，所以对岸边要安全哈，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理事长有时候走过这边都会向他敬礼，这应该哈。啊，然后呢，这个铜像哦，立在这边，我想不会有人去把它拉倒。再过来呢，这个大棒，这个应该算是中心的，大棒应该在这边。它四周都有，现在都这个是领导棒，这个大家很熟悉。再过来一点，京城它所后面的功能呢，是在1884年的时候的中华战争。中华战争本来发国号前面比较点名。啊，看你这个一整天成功，哇，这大号，啊，我这个城边吼，啊，城堡吼，这个建筑在那边，啊，那一看呢，
结果他就把战场拉到北边去了，所以没有在我们昆明发生过这个中澳战争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人他发挥作用是在甲午年过后，甲午年过后的那个乙未啊，乙未年日间呢，不死掉，不杀价正准哦，西金丸，这家族阿个两家，好，那种杀价来到呢，按不破案。啊，这个时阵哦，刘永福最好要残兵哦，正守在这边啊，开始发炮，啊，把这只船只哦打伤了嘛。啊，其他两家哦，两家这家哦，这家讲的哦，可能向北回到日本去了哈。但是呢，这个把台湾割让给他们以后，隔年太平天皇哦，得了这个喜好，加入一撮。当初开炮的事实啊，想跟不切这个元凶，还是讲我们编号一天刚刷出来的啊，那我对手，再过两年，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在安平2005年登会的时候啊，这个城堡已经开始把古迹活化了，这是活化的这几个画面，可以看到呢，这个墙壁上面啊，这是。别看他家是一个我们的原住民啊，在荷兰兵是原住民啊，这个就是一个战争和和平的对比。然后呢，他会变化字幕啊，这边写的是金城，这边写的是花开。好，古迹活化，谢实在这里边呢敲打啊，这个第一个活化的剧团，活化的。最重要的一个活动，这是在89年的时候啊，谢氏的部队。当时呢，他们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呢，这本来就是一个城堡，炮声隆隆的地方。那我这个鼓在这边打哦，有一点扑命啊。那这是去年台电也在工程里面所办的活动啊，很美，提供给你做参考。这是这个几年前啊，10月份的在安平，在京城附近的所拍的。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不是这么美啊。还有监狱，啊，监狱要五户城哦，总是呢会有一些成果出来的。那现在我走到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看来有点失望。这里面呢有义者精彩啊，还有万有鼎柱，沈葆桢呢勉励我们万有鼎柱啊。你不但要，本来我们是讲中流砥柱，还有一个万有鼎柱，所以你九把刀还不够，以后还要有10把刀。来，再过来呢，这个是我们七公所所办的婚礼活动。那他留下了这句名言里面哈，这个在延平郡晚期哈，我最欣赏的就是后面这句话，吉生无可忍，如何之一哈，天汉繁殖天地，啊是篡革繁荷啊，你有什么遗憾？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呢，你就把它还给天地了啊，心中坦荡一点啊。在我们讲到呢，安平的第4座灯塔，这个是全岛哈，全岛第4座灯塔，这个它建在光绪17年1891年的时候，那在海关安平，这个它的原来的名字叫做海关安平之树，那基本上干灯过了，安平开馆的灯光过了，啊，第二次呢是迁移。迁移是在光绪34年，就是跑到了热兰遮城的这个北角的地方啊。那么第三次的迁移呢，就是在民国49年。49年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五堡西边啊，有一些比较高大的建筑物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灯塔已经慢慢的失掉它照亮的功能，所以呢，民国49年就把它熄灯。熄灯以后呢，54年啊。五月的时候呢，就重建在海边的地方，所以目前现在是建在海边。
这个就是第一次哈，第一次的登堂，那么是在我们的安平啊，盐水溪这条，目前就是盐水溪，那时候就叫做台湾安平港啊。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船只哦，它都是船尾啊，重量是安平港湾的地方所在地方。那我从这个建筑物里面哦，一直在找这个海关的灯塔到底在哪里，都找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么第一次的海关的灯塔，它的构造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它是另外一种格调的。啊，再来长方形的这个黄色这个就是它的仓库。那么它是靠近在现在我们讲遗迹洋行的北边，遗迹洋行大约是坐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讲，是你热人遮城。外城西北邻角，西北邻角，所以他拍的上来还不是这个，让我们寻找哈、哦，他拍摄地点的方向，他可能就是在热人遮城上面，也就是在西北灵宝旁边的地方呢拍摄过去。这个地方啊，我们讲的安平港啊、哦、港口这样进来，然后这边就是他所谓的。啊，运河，像那个支航道，从这边是通，就是通到了东西两岸的地方。我们的海关哦，有经过整修，所以呢，再来我们所看到的是水泥做的建筑物啊，这个是安平海关的地方。安平海关在这里，这个是遗迹啊。船只呢，在这条运河上面的行驶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变成了日据时代就变成了水产追山法啊，也不能追山法为校园里面的一部分。第二次就是移到热兰遮城北边，就在这个地方。好。现在这个已经是第二代的灯塔，啊，白形的外表，圆筒形的这个花光体，这是在光绪34年开始移到这个地方去的。光复以后，1930年不是光复，这个是在1930年的时候呢，日本人把安平热兰遮城整修，那整修成现在这个样貌。我们现在这个样貌就是1930年整修出来的哈，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灯塔还是啊立在了北部的地方。光复以后呢，我们所看到的灯塔还有瞭望台就出来了哈。背面这个瞭望台呢，上面哦扁扁，啊以后才加盖，加一个盖子上去哈，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么加上盖子，他是说这个是比较护楼哦，这个荷兰的那个建筑议会，他们都有那个尖尖的东西。这个地方也曾经安平的精神枢纽哈，这个地方曾经摆麦克风一个麦克风，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广播，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哈，从这边广播出去到整个安平的大概都可以听到。49年熄灯，54年5月重新在海边，就是在观星平台的海边。那你就要数1、2、3、4，亮亮亮，那你就亮起来。它是4秒一次嘛？好。其他的灯塔有的是30秒，我们这个啊，大概是4秒。你只要在海边你数一下哈。它的节奏就是这样，它里面的构造呢，跟以前呢，相差不远。再来，我们再看我们安平的湿地古迹，那么这里面呢，大家浏览一下。那我现在就开始介绍第一个海山馆。海山馆呢是清朝水兵的安平驻防的地方。那么前天呢、公示还爆料。我们海山馆有一些作假的地方，
坐起来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这个不会哦，是后边瓦片，这后边瓦片哪个用不会哦？那个大条了，以前用不会，啊再过来，这个，加彩绘哦，加彩绘，也是用不会的，我今天看看哦，一定当彩的，还是那个彩哦，好，那这还有这里面呢，加起来互相点哦。我拿十一个，用不会。我是发现哦，它是在远古的地方，原来的物件所在哦，它化石了，化石了哦，它叫你原来的那个痕迹哦，那个线条拉出来，那所以哦，它是有一点剪，不是那么正。它是变成垢壁，它那个是开始要被抓包了哈。那所以那个故事那一天播出来要，连华师也开始了，跑到安平了。他说呢，到底在哪个地方？因为那边我感觉对了。那还好，我们要看一下哈，它的地板啊，地板并没有造假，它地板还是原来的，因为我们。有这一张照片可以做证明，因为它地板，哦，原来就是那石头，那其他别好我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人家讲，你老师连亮一亮出来个，啊，给水的，我讲我有看到哦，原来物件是安怎，是什么样子哦，你叫我讲我就来看的。我讲有那个实在，啊，那个照片让我看的话，那我们可以请证明人把它还原。那么这张照片哦，是在说明这个馆已不起来，是乎迄个安平吼，日本人指定的第一古调，就是张金生啊，他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张金生去世的时候吼，我们的巴克里曾经来参加他的追悼会，还有。这一间房屋的产权，就是呢张宏图这一位，他的儿子继承。那他继承这一部分以后呢，政府以后把这一块买下来。好，他在对面的教堂是他的用地，他把那个用地啊借进了教堂，这是他回馈给这个乡里的一个。一块教会土地。那么这个地方我也写了哈，我父亲呢在大明国里面记载，在大正时期，民国时期啊，3月28日的时候，海山馆连办中国写真调查。那我在想哈，海山馆是不是我们安平的第一个戏院？再来，目前我们有看到的海山馆啊，前面五尊光在流行。我觉得跟古迹哦有点不大搭调啊，这个应该要请呢 BOT 的时候呢，那个商人呢，是不是要把它移走哦，让它有一点古的味道，让人家走来这边看的时候说，你还真的是比较有那古迹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你这个工作还在里面哦，我看到有点不伦不类。再来就是和记呀，这也是世纪古迹。还有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以前就是建在现在新民国小的操场上面，可惜了，树以墙为根，屋以树为墙，哦，树。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我们的树屋啊，曾经在汇报，要看看怎么整顿哈。结果呢，林国昌呢，得标，那么他的构想非常简单，政府呢也接纳，就是你说栈道穿梭到里面去，啊，结果这个地方呢变成安平的一个路。我有一次看了这个，联合报副刊，发现说我在安平发现吴哥窟，我吓了一跳，说哎，吴哥窟在讲哪里啊？哦，原来就在讲树屋。再来，我们看那东兴洋行哦，这边有一个铁塔啊，
这个天堂好像被人讲哦，这是叫红胎的时阵，然后一定会挂一个七情啊，挂一个、两个、三个，来表示封印的大小。啊，遗传是要看到的，那图哦，挂是七幺五幺三幺九三封封哦，是家桃，那就封出啊。这个是它铁塔在那个同心圆旁边的作用。这是2006年2月10号所拍的夜景啊，很单纯，现在已经不单纯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海报、广告、帐篷啊，所以那种美哈，古迹的美哦，已经淡了很久了。这个政府是不是要管一管？像我们那个安平运动博物馆，现在已经停止营业了，关起来了，因为它也是外包。然后呢，这个生意大概没有很起色啊。上个礼拜啊，他开始做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啊，烤的东西啊，结果有人反映，政府呢就下公文，礼拜一给他公文，发现礼拜三他还没改进，那就会把他呢撤销了这个关系啊。所以目前呢，运动博物馆现在关起来了。乾隆海庭，那么乾隆海庭呢，我也觉得它非常有那个历史的厚度哦，在里面哦。这个去年9月22号的时候呢，天柱台风，天柱台来袭的时候呢，大量的海水哦灌进了我们的这个。社区这个地方，结果发现了港湾打通的这个堤岸并没有发挥作用，那自然叫人管理啊，澳门的古迹哦就泡在水里面，旁边有一个小画台，这个小画台呢是谣言啊，在道光年间20年呢所建造的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约翰汤姆森啊，他那时候画，那时候所拍的，那这个地方呢？各位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是这个乾隆海庭这个地方，这是方形的，方形的，将这样这样薄薄的鹅卵石，加起来薄的，加起来薄的，那就画下面这一张，这一张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方形的，加草钱，薄的薄的，一样一样。这个角度我就根据前面那个角度来拍照，那我发现上面那张拍的时间呢，可能都就是在10月早上8:30到9:00这个附近，因为这个阴影啊，桃园这阴影已经很接近了，来看一下这阴影。是不是很接近？已经很接近了。不然我修啊，它炸起来，不可能，不能来得及。好，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哈，小胖男那个样子跟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差很多，尤其是上面这些结构哈，已经走样了。今天起来一块阴影弄完了。这盘我们是对的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市立古迹，就是延平街138巷3号。这边你俩查资料哦，查资料，阿龙来乡延平街138巷3号。啊，其实这边这条街哦，到家一点不近，一眼看就上五宝街53巷，所以你叫哪个出街哦？是出我。这一体变成啊，福宝街53巷地方，倒菜寮。那么倒菜寮一家，它这是茶房啊，我写的，那是你不熟悉的重点。对老伙伴哈，这是有一群水，啊，那水有那倒对的电影啊，后来这就是伊咧饲的迄种绿豆，就是倒菜，那是伊那个。豆芽哦，早餐，早时哦，那豆菜是阮的早餐，之一。除了豆菜啦，那就是油条，
还有豆浆菜，这个都是早餐的配料。然后这口井淡水，相当好，所以附近的居民都是呢用这口水。以前呢，它这个刚好是在延平街尾阿端后右转，延平街尾一堆当用三年还行，我到延平街尾阿端边转弯的时候在向右边右边转不进来，一个小小的巷子里面，就是这口井呢立在那里哈。这个店哈。这个店我在网络上找到，哦，我很高兴，因为我小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手上也没有手机啊，或是呢那个相机啊，就拍这种情况，这是已经网络上拍的。那么他这个是在民国大概65年左右，他拍了这个。那么这个呢，说明哦，妙寿多，米啊，王尊贤，啊，只叫王尊一家，只叫王尊，今晚变刷人家了。家子里跟着钱来，家子上还有那个钱哈，还有钱一家子，有一那天购买一个人像龟王云呐，龟王，对吧？龟王哈，啊，他的四周江心岛，过两天哦，包括这个龟记岩，好啊，然后为那个。汤啊，绿豆汤啊，那一种的，然后呢，还有卖那个鱼羹的，然后他就围绕在这个浅白岸四周，这样，这个地方也是造船厂，然后呢，空地一大堆，在晚上呢，就变成我们岸边的夜市，所以岸边呢，那时候没有电视的时候，晚上大家都跑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早叫做安乐。然后变成红安一眼啊，那现在已经变成一栋的二楼的啊水泥房屋在这里。五宝街现在就从这边拆开，五宝街准备开过去，所以这个庙啊，这个人来电我们就说来钱。那这个说来钱呢，在那边也引起这个抗争，特别是他起吊起一个收容线啊，那时候庙来这样行哦，也他说也来一个。那时候讲吼，跟神明沟通啦，伊讲吼，我是要甲你刷去吼，刷去遮去前迄个楼啊，水势有点大吼，你给我引过啊，结果是真有引过，引过了，福宝车就开了啊。这个在我们阿美那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抗争啊。好，这是它的侧面，这个侧面非常漂亮，但是它现在旁边呢？这个前面的海山人嘛，有多少家？这个美景已经不在了。再来看看呢，要说过，它列为三级古迹，主要就是它的景品牌哈，景品牌。我们这边说线哈，阿姨在这边点不住两根，这地方有点的哈。这是后山的理事长送的哦，非常漂亮的，我们来鼓掌鼓掌。我对这一张哦，一个有那观感力啊，这两个很不错啊，李斌啊，不是两个啊，这些队员啊，比较好，把他们很出色。再来，加起来好多啊，第二条街拍照，再过来。可能在那边膝盖没有跳的，把你腿做背景啊，心情啊，来，这边很容易就把去贴墙壁好换墙壁啊，再过来我们来看看呢，安平旧港口啊，安平旧港口这个地方哦，安平港这边呢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个导流体，北导流体，然后这个是南导流体。加起是85公尺宽度哈，那现在我们做了安平港，它就是把南岛流体移到这个地方，移到景华所在，北岛流体这样拆掉，然后分割里面成功就所在七节哈，北岛流体，
北边的小提房在这里，它南边的小提房现在在这里，只是移动。我在公爵我很纳闷，为什么以前呢？不按照原来的样子哈，主要把这个旧的也不行，来再给点用，加宽加高，把它拱补上就好了。他花了很多的钱了，啊，他把这个拆掉，然后呢，新的导入体，一家南边的提案，北边的提案，各移动50公尺，更一点啊。我想在看这个时候，他这个先拍脱骨的啊。呀，你我讲林老师，你来看看他这个，你关于把旗舰物换掉，我们可以停下来哈。因为吼，因吼在弄这个北岛陆基的时候，哦，那么足艰苦。你不当做迄个海岸堤岸吼，非常艰苦。所以吼，运动我就艰苦，你讲我们两个人怎么花钱啊？啊，但是那时候呢，人单势薄，根本没有办法撼动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那顺便讲一下，这个遮甲是不是很到位的话，里面我们的昆山湖的话，我们的德阳镇大概目前大概是在以前途中的这个位置，它底下那个就是在古罗，好吗？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这城内我们现在导流堤哦，它还在，它有穿孔，让水呢容易的通过去哦，这个就是南。导流体，这就是给导流体啊。那最后呢，就是向他们反映好说，你这一个好提案哈，如果呢你把北边的弄掉的话，至少南边也留下来啊，给我们当地人民做一个回忆啊。他在外面可以看到就是一家，此时彼刻还是一家啊。还有呢，安平许多的海难，还有许多呢。这个寡妇的，他们的先生或是他们的儿子哈，就是失落在这附近。你去那边里面哈，家里面的军事没有那么顺，常常以前南边哈，那以前的行动，刚才说北边这边的航道是要走那样的，红叶兰公很多，你掌舵如果没有抓稳，啊，抓稳，那你的船身跟浪。如果是平行的话，就很容易被打翻。所以呢，他在我们两个问题还挂，他没干我害，我需要走到底了哈。那这张呢，你还可以看到呢，两个导流体呢还在，这穿孔的。现在呢，北导流体已经被拆，剩下南导流体。这个是识别的灯哦，视力在这里。那以这个安平港啊，它两个伸手出去要一样外地，也开始在到外地环抱的更远哈，更远的地方，就是这一带看这个哈外地。那我们从现在的外地啊往里面看，视觉灯座在这个地方。现在北堤呢已经拿掉了，那么从南岛陆地向北边移动50公尺，这是新的南边的堤岸啊。这里面呢有说明，在民国68年的时候开始施工，将近三十年，到了97年11月30日再度打开。他打开这一天哦，很巧，一几天哦，那地震连续地震3回，这个有一点哦，撼动天地的那种感觉呢。好，现在的这个南岛陆地，还有我们新的当地的外地啊，港口地方，先把家好，并出水能力比较丢人嘛。那我们是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努力一下哈，把这个地方以前的识别灯哦给立起来，然后上面呢，给它用这个感应器，就那拿得出来哦，我们要叮当当锣响，哦，哎再不响，安平最响，最后就是讲到当锣响啊。另外，提案的旁边怕危险的话，我们可以用护栏，
用简单的把铁链铁锁的那种出来，然后把它围起来，然后晚上来做一些灯光，希望这个地方晚上也有人来，那变成安平的另外一个海上的亮点。那后面一直在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因为他们官网这些安排的时候，唯一海上的四定古迹啊，非常特别。我也觉得这个是它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参考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日本的关岛，水上鸟居落潮的时候，你看嘛，这里灯也会放，这蓝哦，感觉比马上可以看出来它是多高。涨潮没上到这个情况，上到这个地方，这个鸟居哦，就是这两个柱子非常重，它就是用它的重力把它立在了这个海里面，它一直是喇叭风南风所走，它不怕呢这个潮水来来去去，还有地震，还有台风，它都呢非常的屹立的矗立在那个地方。在它的旁边有一个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就是呢岩岛神社，被列为这个世界遗产啊，值得一游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社，还有母亲啊，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阿米科威啊，也是泰南市的世界古迹啊，这是在1871年所留下来一张照片。阿米科威啊，就是因为有这张照片啊，市政府团队才在寻找说阿米阿古米对岛这个破解阿巴罗，我曾经的科威啊，发现说哎，这样破解了解，所以呢。查一下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啊，13个子计划里面把它列入其中一个，它也是呢最早完成的一个子计划，到今年10月10号刚好10年，这样近吗？好，这一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仓库，现在变成文化馆啊，它这边是灰工厂，在这里面，以前的样子是这样。那么这个椰子树现在还在，在厕所的旁边。好，在厕所的旁边哈，我们这厕所还建得非常通风，还有这个非常节省能源。电哈我们打灯光，居然也有一个小学校哈来我们这边参观，要把这个构想呢拿回他们的学校里面去哈。这个馆哦，我们还有一个透视作用，进口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的盐水溪。这张呢，在盐水溪，我们看到它墙壁哦都没有东西。现在你走到那里，就已经看到有东西在那里了，变成我们一个借景，使我们这个馆哦视野可以扩展出去啊。好像我们这个馆的范围会很大。那曾经呢，有一个晚上哦，其实最繁忙的哦，塞车。塞到平生不行哦，他靠着地缘跟根，以为哦，我们各位要到我这种普通人嘛，他家哭的都会崩的。啊，我在头前都要我那个矮矮的那个铁栏杆啊，我去接一个嘣一声，你怎么讲三点半？啊，精神哦，变出来看，哦，一直塞出来，我惊着，我头毛都在不对嘛，半个身都挨到四面国墙那边了。要跑出去哈，结果那个小栏杆哦，就卡在他那车子的后面哈，拖到我是公交哦，他掉落了。那您各位啊，这个就是在银冠楼哦受灾，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地标不明显，所以哦在1996年有一个磐石计划，科长打电话说林老师，你让我除掉那。这个计划啊，补助包都来了，啊，结果有98万啊，还要到这个馆里馆来。那其中呢，我就在延平这个民权路四段这个进口的地方，就立了一个科威啊，让游客知道叫钱罐哦，欢迎你来啊。那结果我们风波嘛，没有那么大，因为哦，我们那个游客员工，我们有点不能阿伯买，阿伯买我以平生路。电视口的地方也立了一个温度、时间，还有科威文化馆，那个跑马灯就在那边显示。
结果嘛是无看的。都爱去平生里面个点点来看看嘛，啊，人南方路遮行过嘛，拢嘛是无看的。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立了一个石敢当。这个石敢当我们没有刻字嘛，我要不塞我刻字，塞我讲不要刻了。我唔是塞我，就是因为有条件要刻，刻石敢当，啊，过两日了，我就做四年。他也不打钱，他说艺术搞得好，我说好好，艺术搞得好。阿明以前就有在丁字路的地方，我全部说在那个石敢当哈。五点过后，我们阿明科会非常热闹，这婚纱拍照的地方。那么我们曾经哦，在这个窗口的地方立了一个危险，请勿攀爬。阿姨把危险全部攀爬，改成一米啊，尊重佛牌，他人照样能上去。你到我们下班以后呢，他再把它拍完了，他再把它拿上去啊。另外一个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呢，用科威尔为背景的广告就出来了啊，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曾经在入口印象的地方做了一个新事情的啊东西，那时候呢，很多游客都会在这前面的聚集。那我在给文化局反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墙啊，以后呢能够始终有美丽的花朵啊挂在上面呢？一共那好啊，这个以后来跟花店呢做一个七年一年，然后呢请他每一年呢、啊。这一年里面呢，随时哈来换花啊，啊，够了够了，够就聊了十年了。啊，再过来，这个就是呢，我们讲阿明的官哦，现在的阿明，他这个名字叫财政部台南官，安平之官，台南之官，安平之所，你要讲的话哦，哦，要快一点。官衔也是这么长，啊，我们就是安平海关了哈。好，这是门口的地方，这是整修完了以后这个样子，再过来呢就是德阳街道。这个德阳街道，这个地方稍微简单的介绍它的历史，它是一艘美国驱逐舰，那它这个出厂的地方是在美国的闽宾州。就是美国东北角，最东北有一个呢造船厂，从那边这个生产出来的啊，一直的驱逐舰，曾经参加过这个海战啊。那么1977年的10月6号，民国66年啊，美国佛罗里达州美港的地方，我们台湾哦派出去海军呢把它接收过来。那么在，隔年，啊，隔年，1978，就是民国的67年1月30日，抵达这个左营。那么他的退役是在2005，民国94年啊，4月1号除役，长达28年啊，这个一届，这个算出来，他长达28年的这个服役，在我们的台湾那些。那他这个2009年哈，1月22日进入我们安平港，开始做一个这个博物馆形式建筑博物馆。本来我们市政府这边建筑摆在这边，然后空地交跟做几个没有传的博物馆啊，结果招标就出了问题啊，建筑师还有。这个市政府这方面啊，在程序方面呢，另外有一个竞标的啊，这三方面嘛，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了。那没有通过的话，就全部收回去了。目前所知道的这个电影啊，总共有19位舰长，那包括现在李青山加上去，就变成20位。他现在就是这个德阳舰的舰长。再来，这支船舰有这种机型小艇，他担任着接驳
还有五声补习，还有海上的紧急救难用途啊，速度很快。另外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呢，它有环境火箭的模具在这里面啊。再来，这个是环境火箭的发射座，同一关角你可以看到呢，有两间，还有你可以从安平港检查哨的地方啊，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两只啊。再过来我们看安平港，这个古城。它的人额的地方呢，就是平山淡水啊，平山淡水。平山公路公司它是山，它是后边的靠山。好，再过来淡水，它前面真的是有水啊，以前是一片云湾，那云湾的前景就是台江。典礼洞的所在呢，它就是坐对星空。旋风，可惜核心是风的哈，或是我们讲南风，一切我们都要对南边的哈，所以它坐对旋风，跟点一就有收在哈。第三号，这就是一个唐号，换阳也气哈，就是他们唐号。再过来，这是他金山的宝号，叫做风源。那上面呢，有任意。这两个字啊，在这上面啊，所以你推测这个管，这个图啊，一屁眼年代，大概就是在这个之前啊，不久的那个时间呢建的，所以靠我这对那个百分比的管，这是听的所在，啊，这是一个听头前的田园。啊，这个时阵哦，这时阵啊，你有看到，你有看到这个，叫这个摄影师是吧？这不是我，这是吼一个那个摄影公司嘛，他来这边拍纪录片，我陪他去。这是一个那个大厅，一个桌身，这个，啊，这个如今，中间这个就是如今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它开放了没有？那个还没有开放。我一波讲的样鬼吼，也够怪的。好，啊，所以讲今天干呐，大天吼也怪的，怪的。啊，这块来电在增加市场讲说，啊，现在快要有亏吼，这个也不晓得。啊，我在拍的时候呢，曾经走过这个旁边家。拍起来，不接抱歉，开始第一讲我听，然后回家啊，在旁边那个楼高的几个小姐就出来，光我在拍照，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光你好，今天惯了，我觉得我乖乖给人嘞，啊，我乖哪个顺利的，来，再来我们看看何家，何家是马列入斯第五季，台湾的。这个河港哦，它是安平三年的电价门店，起亚岛店，哦，这个是一处，然后山店降点一样，这个阿妈重点的选公馆的所在，好，降山店，啊，那两个是店，就是我们小店，所以山店降门店嘛，啊，再过来。这就是他们的家，好、哦，我看了。啊，你知道讲，咱你讲汽水搞来汽水啊，我以为说汽水，啊，其实不是嘛，好看的是一出来那汽水搞来，啊，你们是的，我怎么调汽水搞来汽水啊？你们是在喝汽水那个汽水吗？啊，就是化妆的料子，啊，你们是在讲那个酒庄。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河床，再来这个夫妻何毅，再来何毅，好，这个是老大、老二、老三，这个就是夕阳村的村号，那他也是四弟夫妻，
看看这一张是我们已经把它修建完成。啊，西洋书当时我们边呢，就是皇上啊在一边经营，他那个盐365升，然后就说你的生日是哪一色哈？这个盐呢都有跟你没弄出来哈，那这就是一个三维的噱头。来，你再看另外一个单身照。开幕的那一天，单身说，因伫迄厅里头对吼摆四个吼，啊，伫遐咧建设啊，安平乡土文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好像他这个馆，目前我知道并没有列入世界古迹，里面有一些文物摆在里面哈。好。再来看看一些公共艺术，我们的公共艺术里面有翻新平板、安平演员艺廊、金小姐，还有钻山，还有莫莲公园、水鸟公园。另外呢，还有艺术项目，还有天会宫啊，旧的遗址。这边是南京公园乌特勒斯广场。那么，我一直在想哦，我们安平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讲伫咱台北内底吼，居然有一个古墓坟场啊，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来把它美化一下，来花这个古墓的财产权啊？这是一种黄金呐。啊，古墓吼在苏俄的地方啊，苏俄的地方，它曾经有一个公墓，那边这边吼爱修墓的。因为在第五十大里，他熬那个列宁格勒，熬那个赫鲁晓夫，所以有人慕名而来，所以这个蒙面的列宁看到蛮厉害，所以他变成一个观光的景点。我们安平刚刚好我是观光啊，况且我们的旧肌肉很对，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好发挥一下哈，变成呢一个观光景点？这对乌特勒斯堡啊，跟小平也有学会啊，学会讲啊，所以呢，有一些法国来电啊，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文化圈，乌特勒斯堡园区文化圈啊，它还能好好把它发挥的话，我相信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卖点。不奇怪哈，你想搞通化工苗来看点啊，啊，周四呀，你早餐什么那个工，你哪能家有？这个新刚特殊的认领嘛，刚好呢，周老师呢在上个地方跟他讲说有啊，我们安平哦那个汤池山上面哦就有那个河船哦，他们曾经站在这个公墓嘛在那里，所以他们现在世界会看到我黑了天黑了哦，随着钟来了。啊，破龙石好，那是就汉人背景宾馆的，那东西呢，蒋介石哦。啊，加迄个清明节吼，靠去，啊，伊若无咧去啊，吼，伊即个就变去，20几个哦，去伫遐搞这个看，啊，伊遐团就是讲专门咧看地狱嘛。来，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安平这个公墓地方把它美化一下，让它变成阳宅、阴宅？这个阳哦，是因为哦，你来经历了吼，你看一大堆。我细汉时阵嘛是看到这个公墓哦，足侪鱼哦，伊顶管走来走去，所以说呐，伊附近有人在饲鱼，像庐江、庐兴堂旁边哦，那一带很多人就是养这个养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规划一下，让它干干净净，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养仔啦，养仔还有公仔，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有阴阳界限。我们的这个羊呢，也有一个地方啊，可以活动。那我相信呢，把它美化掉，就是说呢，不过是很干净、很卫生，也变成呢，可以让人们接受亲近的地方。再来就是佛像啊，加上比如宋老师啊，做完就是一个阿甘安平的一挂理念啊，全部给完了啊。再来，这是胭脂像，胭脂像就是因为它有胭脂花，
这个我们的主人啊，黄老师，哎，他在那边嘛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一些东西啊，你可以拿啊，那你可以呢，看看价钱多少，自己投钱啊，再来摸一下，这是我老家，我老家就是这家啊，后面的这条巷，可能是这个各种文化的团体嘛。像郑少聪他们经营的，他做完了以后，他的案子结束了哈，有一阵子哈，家辉啊，回来聊聊聊哈，然后年轻人看不过去哈，就自己开始动手哈，那么就是周老师他的表弟哈，也开始把自己家里面的花花草草哈，开始整顿掉，进入外边哈，他每两天就来浇水一次哈，所以这个茉莉巷啊，有他。照顾掉，也感动了旁边哈，那面呢有几家哈，也开始联系下去，所以整条巷子哈，现在变成非常漂亮。以前我走这条巷子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变天就不想再走，因为里面那种高塞，知道不？哈，很不干净。啊，基本上整条巷子应该走过，整条巷子哦，变成哦可以贯通从观音街那边贯通到。延平街这一条，所以呢，走这条也是蛮有味道的。有一次呢，我们在那个何寿川哦，他来安平的时候，看到那个延平街人这么多，好，我们就闪过去哦，闪过去呢就是走刚才这一条，好像就是没走这个，啊，那可以避开嘛人潮，感觉也很不错。再来这一家刚才摸一下啊，抱头摸一下这一家，偏偏它是有一口井啊，一口井里面这一点，这一口井也可以用偏偏摸唯一啊，它在我那里诶贵的哈，你要咧贵诶挺贵哈，做那个年糕的时候，就是借他们里面有一个石火，其他的排队排队嘛，那这一口井也是淡水，啊非常好，我们安平哦有好几口井。有的是有文献记录，这个是不是没有文化团体或者我们去公所来好好把这些呢古井哦，风貌再现，那请人家杀嘞，请人家睡，那说不定它也是一个卖点。我发现的古坑哦，有一口井，有一口井，它把它一个整个疏疏水哦，那个像活人古井哦，啊那个地方呢游客也变得很多哦。三峡在那个老街的地方。这个地方刚好有一口井，也是在三家兄弟哦，兄弟对这个走道上面啊，那他就是把它盖起来，那盖的时候呢也是很漂亮，用跟它很接近的颜色东西啊，盖上面用绳子把它捆起来，避免危险。但是我发现呢，外面的这些古井啊，它上面呢有时候就是用木头了啊。啊，电管踩回它来哈，啊，我哦画一样，你电管踩，啊，我看到那中心街人家那公园的，一个树洞楼一样，然后有一口井，有一半在家里面，一半在路边，我看那口井非常可怜哈，会气我，会乱七八糟，啊，另外呢，在吴金塔西边那个，西边那个地方。也有一口井，那口井呢就还好一点，它用玻璃的很厚的啊玻璃的把它盖好，它上面是摆了一张椅子，它四周很干净啊。我看那口井非常有注意，它其他的都是清清菜菜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稍是不是动动脑筋啊，来把这一个安平的古井能再现啊，包括呢我们海山馆对面。海山馆对面那边也有一口井，那口井的上面呢就是摆垃圾桶，哦，给表演处备垃圾的哦，就是摆在那上面哦。所以呢，讲到古井，我想到这些场面，有时候都很感慨。再来，这个是原天辉宫遗址，安平开的天辉宫，最早就是在石门国小。北边啊，这一栋地塔，原来的地方，
那这个遗址呢，刻了这个石头以后呢，面向哦北边哦，好像让人家感觉它的门口是向北边，其实不是，这点庙上早的时候，它的门口还是面向安平路。那么这个石门国家的草场，相当迄阵啊，这个天辉宫的这个广场。所以呢，这个天辉宫的话，我们不能看。这个，我们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哎，看不见快到，快到那个跑前跑，看不到那一边嘛，然后，啊，好多公安都帮忙掀开哈，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放在后面，面向北边跑。啊，再来，石门国小这个名到底是怎来？人家讲我感情。啊，然后这部理念吼，啊来吼，这部就是那个头前古经典，啊中就老经典，吼，啊后边十二经，啊大乘，啊所经，啊过来，空城意义念，吼，啊这意义念，意义来吼，哦意义念就好啊，啊过来，干嘛的？无老母，吼、哦，啊，再来是邓表，独孤山，是不是因为这个石门楼？那石门楼呢，大概是在现在的延平街，吼、哦，延平街34巷这里吼、哦。再过来，我们看看真宅哈、哦。那么这个真宅呢，也应该可以比照哈如今堂，是不是呢？政府呢，也跟他有一个关爱的眼神哦，他的话这边哈，因为这边来对，而且我看回来哦，也不输那个金坛的哦。它的前面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有龙山岩派，龙山岩派哦，在这个地方哈。然后呢，旁边呢有一些彩绘已经褪色了。还有明年，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呢，啊，提了一些几千年比较，旁边哈、哦，让人家生神，好、哦，提醒后代的，啊、哦，这个明年呢，在这边，在这个是一点天哈，它里面来电，啊，它的颜色还蛮鲜艳的，那什么要讲鲜艳？壁画不错。还有这个陶艺哈，还有这个，好，再来我们看看明末两宫，这是在2004年4月23日竣工的，它是配合当时的台南妈祖文化祭，这是清源集团的捐赠的。这个石门楼他很喜欢钓，他一拿哦钓鱼钓了哦，他就拿回家，就石门楼给第二个地方哦，嘿，有鱼哦。来那个纽约港的时候，看到是有女生还拿一个火炬哦，就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呢，他进入安平馆的时候，他有那种感觉哦，说呢，安平是不是也来做一下，哦，做一个有一个什么东西立在那一边哦，让他进场的时候呢，啊，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结果呢，他就选了明末两哦。立在了我们安平港这个地方。曾经他立这个的时候呢，也有教会哦，对，说，哎呀，既然哦，佛教可以这样做的话，道教可以这样做的话，我基督教也可以这样做。结果他不敢讲，这个是妈祖，他就用林默娘，林默娘就是一个小姐的名字啊。好，那这就是奇美哈，见证这个的幕后一点。点动心哈、哦，然后这尊像呢是委托像啊，一个大学教授呢，他去雕刻制作，然后运到台湾来的。曾经在2年前呢、啊，他的遗孀啊来到我们台南啊，他就是找潘元石馆长啊，也能够到这边、来看看他先生的作品。再来就是我们的金小姐。这个是在东兴亚，
那个这个小姐里面呢，她就有一个幸福钟，啊，就叫幸福钟声。然后这边有一个泉水在喷，就是希望涌泉，有它这个含义。水暖我们，盐水洗白，这是台江公园最南边的界限。我们的文科长在这边的。那台江国家公园哦，目前呢、哦，那个办公室哦建在那个一路的上面啊、哦。对哦，这个以后可以比美好、哦、那个日本的那个鸟居啊，说不定以后它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目前在动工，还没有做好啊、哦，我们拭目以待。在公共造桥，这个是在盐水溪科威亚北边，在转角的地方啊。盐水溪的水鸟，白鹭鸶特别多。再来，建设公园在安平路这个三岔路口的地方啊。下面呢，我们再看看那个关系平台，这是一个公共艺术。里面呢，它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标，这个地标只要太阳落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在四月份、三月份的话，就是秋分，3月21日那一天；如果在九月份的话，就是春分，秋分，太阳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在看春秋分落日的一个地标啊，会落在这个地方。再过来另外一个，这是看东势。如果太阳落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一天是东势，所以他用这两个地标再看啊，春秋还有冬。可惜呢，没有一个夏至的地标，我在旁边找，没有看到夏至啊。夏至应该，最北边，是不是因为最北边被挡住了啊？啊，所以呢没有下山那个地方。我拍的时候呢，这个是好像青年影院啊，那这边刚好有一对青年在那边画图啊。再来，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安平远洋渔港，安平远洋渔港区哈。现在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到远洋，现在变成游艇区了。在转角的地方，也就是呢，唐壁楼是不是？它的旁边哈，旁边那一块空地哈，现在有一个公共艺术在那边。这两个是小孩子哈，那我们写的是两小无猜，他手上可能拿了一个棒棒糖，来，我的驾驶，我的感觉，大汉了哈。要去上学了，但是我无言了。后来，现在已经成人了，他们已经步向了这个礼堂，啊，然后互相彼此喜悦，彼此来度。啊，他们有了孩子，姓名版，老了。间谍情深，黄昏的时候，那个地方，礼拜四，安平图书馆，有林老师在讲课，让他去听。就是他的全景，这是一生表现在这里。我们爱在哪里？我们爱在安平。谢谢各位。听了馆长的这一席，看见安平大博物馆，更确定了这个安平的一个非我们的林馆长莫属。再次掌声，谢谢大家。虽然我是林馆长的学弟啊，不过老实讲，林馆长已经成为我亦师亦友的好朋友。那今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馆长利用他以前就在
拍照，然后有在做记录，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呈现。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就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请教我们的馆长的，请不用客气，包括我们的科长也到现场了哈，还有我们大园告委店的田，还有现任的理事长在前面，好来。非常难得哦。我们的馆长夫人，我们的周老师。我今天去东兴洋行画画，啊，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可是看了你那张照片，让我感触良多。我心在淌血。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文史界的先进，那大家对这个公共区域啊去做这些的经营的管理，那是不是有一些看法？是不是大家可以来为安平做一个诊脉？谢谢。谢谢。馆长们回应一下，还是在座有谁就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市政府或者是文化的部门，把美美的古迹做好了之后，大概都不理所谓的 BOT， 结果造成刚刚不管是馆长从照片所提供的，还有周老师在到东兴洋行画画所看到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伦不类的一种 BOT。这是老师要不要提供一下您的看法？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郭老师。是刚刚周老师他提到在东兴洋行看到，那我大概在两个礼拜前，那么两度进入东兴洋行，那感觉就是一进去在东兴洋行的那个大厅，那有两边，有一边就变成他们在用的国主酒，就一整排像这样桌子。那我们带来一定要去观赏这个东兴洋行的这个美好的地方，但是总觉得不搭调，就是我会打扰到用餐的人。那用餐的人让我们觉得这是古迹，怎么会在我们的文化资产的古迹上面用餐？但是文化局的这个同仁说，那个是 BOT 外包出去，我还是非常认同那个周老师说。这一种在文化古迹里面的相对的这一些商业行为，应该要适可而止。而且我们在赤坎头，在安平古堡，每到下午三点，礼拜六、礼拜天，那震天漫响的那些音乐，结果它不会给古迹加分，其实我认为它是给古迹减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谢谢。是，谢谢。我们这位郭瑞斌小哥，他目前是我们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非常优秀的那个导览职工，好，我谢谢他发言。那很难得的，我们那个安平图书馆的馆长也莅临到我们的现场，他叫林馆长啊，说他是安平图书馆。那我们今天领奖的这位是我们的，也是林馆长，他是安平科雅文化馆的馆长啊。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讲座，就是我们十月份的第四个礼拜。那下一次也难得，我们在进入到十一月份的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四，特别邀请到谢启文我们叫做谢湘颖，他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安平的洋行篇。根据我的了解，他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而且他也是我们真正安平在地的文史工作所的，那他说利用业余的时间去采访，然后在 FB 上跟很多的网友分享照片。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在座的大员，也就是我们曾经跟台江国家公园还有我们凤凰城子协会合办了很多的活动，那这一次他们也为了要推广文化资产之旅，我们是不是邀请到我们大园的现任的
理事长，我们的曹大哥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曹理事长。感谢郭理事长，辛苦你了哈。谢谢啊，那个李老师、周老师还有我们科长啊，各位。那么我是陈清的，因为我是这次才参加，那我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己的心思哈，留学。难获之不足，那今天我从林馆长这边哦获得很多，所以我跟那个李市长深深的忏悔一声，以后哦我会多多参加你们的活动。谢谢。以前他要失去多少，那没有关系，现在还来得及，好，有始未晚哈。那么我们大眼花观光协会，我们以前哦蛮注重关注在台南东区这个这一个区块哈，那么台南东区是以前我们东安哈，那我们各位都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注重中西区这些传统的历史古迹跟这个历史文物。那么我们那个创会的理事长，张炳生先生，今天我来来，那张理事长来，就大家看一下哈。他本来在大陆那边发展。那么最近几年呢，就是脱贫自由，回到台湾，那么他就把他这几年来对东安馆、东门大街所有的一些文物资产跟历史古迹做一个整理。那么他希望把他的那个所知道的、所学的、所田野调查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大野呢，跟那个花光城呢，我们就做一个合作，做一个联盟。我们希望把这个东门大街把它推出去以后，能够带动各位文史工作者、爱好者，对东门大街里面的所有东西，大家产生兴趣，进而我们来挖掘东区的美，东区的历史深度到底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在11月16号礼拜天。我们在圣林国小，我们要办一个研讨会，我们请我们的张老师，还有一位进行国中的那一位汪老师、汪美龙老师来讲，我们大家已经逐渐遗忘的东门大街，在渡桥下面，在铁路旁边有一个我们台湾非常有的那个名园花园，故园的主人黄兴，那以前是唐坚，叫金泉城，最后一间唐坚。那么我们请那个高凯金老师。来讲无尾寮，我们比较少接触的无尾寮。那么我们也请那个一位叶崇立，台湾基督教基金执行长叶崇立先生来讲东门教会。所以说东门大街不很长，但是里面呢有现在的、有以前的、有东方的、有西方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我看看东门大街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探讨的。希望大家一起来。那么在11月22号跟23号早上，我们两次走街，一次是迁南区，一个是迁北区。好，那么我们希望今天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公开推出。好，那我们报名本来是一个人收150块，这个是包括中餐，包括那个报名手册，也包括两次的导览的保险费。但是因为我们跟欧理事长，我们请欧文店，所以呢，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象征性的去办活，那希望大家多多捧场。那我们希望把这一个活动把它炒热，那么希望把这个东门大街正式搬上台面，接受大家对东门大街的一些哈，看看有什么回馈。那我们将来要把它出版成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请那个慧萍来帮我们一下哈，还有那个张理事长，他们如果现场报名，那现场报名请他们填个资料，我们能象征性收100块。那我们希望大家11月15号、11月16号跟11月22、23，大家一起来见面，好不好？好，感谢各位，谢谢各位哈，谢谢。只限于今天了，那其他的话。如果不是今天报名的话，除非你是大理或者是凤凰城，才100块哈。那我自己看了一下下，除了研讨会一整天，
那这些的讲师也是跟大概跟我们在这个霍王城文史协会主办的这个活动里面的很多讲师，还包括导览解说，这样子才着收150块，我个人觉得还算是物超所值。那最后剩下3分钟，我们的林馆长也看到一位我们德阳建的馆长在这边，然后讲起机会来，我们再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林馆长，是的。金山舰长，现在我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我介绍了很多时间的哈，德阳舰舰长。欢迎哈，我们这个引进哈 BOT 哈，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刚好，跟太阳经过 Triple 这规划。一定要赚钱，所以做这个文化事业啊，我觉得不一定说要赚钱，它搞一个每一个景点啊都要 BOT 出去哈。啊，因为你 BOT 出去的话，商人赚钱是第一位，啊，你的古迹呢就被排成第二位，他不会再照顾你，你古迹那一种尊严，那一种非常严谨，好让游客来对啊。深深感动的那一种，那种感觉拿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古迹哦 ，BOT 政府就是要好好思考，不要用钱的眼光摆在第一位。啊，再过来呢，我想问两个问题，然后有一点点东西哦，赠送给你们嘛。来，第一个国际堂，那个堂好叫什么？选举什么就有奖品。来，来个这个国际堂堂号，那个堂号。是哪里？很快哦，3秒钟都没有要举手哦。没有。来，洪姐。元庆。哦，好。那我们就请你了。我是我一个好朋友哈，他开了一个画展，他看到画展哈，有寄来邀请，结果他里面有一个小册，有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哈。我看到他有3个阶段，他从写实哦，他从写实哈，写实画安平聚落，然后呢开始蜕变，画庙宇活动，最后呢非常抽象，非常抽象哈，所以我觉得有时间哈，可以到南昆山一起对应展会，展会你有哎呀，拜了，再拜了，开心。那个作品啊，它一种小小的精华的摆在那边。再来第二个，增长那很好。哦，三零八，那我们今天的看见安平大博物馆就要到这边到这里告落。那结束之前，请大家帮忙这个图书馆把你们所做的遗址。